弟子捐钱印经，但所印的经都有版权，请问这样弟子可以把功德回向给父母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经书后面印的版权所有啊，这个不如法啊，这个把佛法限制住了，不能够普遍流通啊，所以这个不好啊。我们印经呢要找没有版权的。